为贴近民意，请听乡亲的声音，彰化县政府特别以八大生活圈规划八场社区与县长有约联系汇报，18日在和美区办理，由卓伯源县长带领县府团队下乡请听民意，和美镇镇长王水川、深港乡长林俊立亦共同参与关心。除了了解县民对县政议题的关心与实际需求外，同时也向民众宣导各项政策擘画及作为。现场来自乡镇公所、社区的志工干部等贵宾与会，场面热烈。啊，咱河美啊地区，咱的社区发展啊，嘛是讲啊，得到咱中央甲地方啊一定的肯定。啊，伫这几年呢，咱河美地区吼，头拄只镇长甲乡长咧讲，咱河美啊真重要吼。啊，就是咱的交通的问题，啊，所以咱伫啊，咱的河美交流道呢，咱的联络道啊，啊，第一期已经完成，啊，第二期啊，这个、土地嘛已经取得，啊，佫续来嘛，佫继续啊来甲完成吼、哦。啊，咱河美啊，还佫一个真重要吼、哦，就是咱的汤池博物馆，哦，咱的汤池博物馆啊，是咱河美镇的镇民呢。长久以来的愿望，吼，因为咱知影讲河美镇啊，啊，伫咱台湾发展的历史上啊，有占真重要的地位，啊，所以咱的河美的乡亲呢，真希望讲，将咱河美镇啊发展的历史、发展的精神啊，会当留予咱后代子孙啊，啊，做永远的留念，啊，嘛会当发扬咱地方一个真重要啊产业的文化。卓县长期许透过联系汇报，让地方乡亲更加清楚县政府所推动的政策以及未来将执行的方向，借由县府团队与社区乡亲面对面双向互动，建立共识，携手打造活力新彰化、魅力新社区的荣景。公益频道张华允和美采访报道。